大家好，请掀开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记第49面。我们看经文。阿难复白佛言，世间人即弟子，恶意相思即道德之人，其罪云何？这一个大段呢，是世尊为我们说明思生之道啊，世出世间法。之后，中国跟印度由于圣人的教导，都懂得了孝亲尊师，真是所谓大道，大道之根呢，就是孝道与师道。孝道呢，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。今天这一段经文呢，要给我们说明师道。啊，如果这一桩事情呢，我们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能够信守不犯。不但个人啊，家庭会幸福美满，我们现在一般人期望的兴旺啊，它的效果能够得到啊，国泰民安啊，能够得到世界大同啊，所以功德无比的殊胜。现在这个世界，诸位都知道啊，啊，不但是乱世，乱到了极处了。动乱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两个道失掉了，啊，孝道跟师道失掉了。最近半个世纪，可以说没有人讲了，也没有人提到这个问题了啊！所以社会的崩溃、社会的动乱、社会的灾难，确确实实是加速度的在成长啊！让我们耳见啊，耳闻目见，触目惊心，正是古人所讲的“其来有自”啊！啊，我们学佛没有从根本学啊，换句话，像盖房子一样，我们没有从打地基做起。啊，所以怎么样去修学啊？再好的心啊，再勇猛精进，都收不到效果啊！许多同学跟我讲啊，学佛几十年呢，功夫不得力了啊！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？你基础没打好吗？这一部经
是学佛入门第一部经的，这是叫我们奠定基础啊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这个经里头总共是四个单元啊，为我们说明四桩事情啊。啊，第一桩啊，说明学佛到底是集还是修啊，到底是利还是害，是福还是祸啊，佛给我们说明了，顺从佛陀的教诲，你学佛得的是吉，得的是福，得的是利益；违背佛陀的教诲，那你得的是凶灾呀，你得到的是祸害呀。这是我们学佛首先要明了的啊，吉凶祸福的根源是在我们造作的善恶业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善，你得的是福啊，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是恶，你得到的是凶灾，眼前的凶灾实在讲算不了什么，往后的果报太可怕了，三途地狱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那个苦难真的是无量亿劫，它不是短时间的苦难，时间太长了，太恐怖了啊，几个人晓得这个道理，几个人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事出世间大圣大贤他们明了啊，他们确实有爱心的，有慈悲心的啊，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啊，怎样去吉避凶啊，怎样亲近佛力，远离祸害，教导我们是无条件的无需要我们对他回报啊！这样的老师到哪里去找呢？啊，这是佛经上所说的真正的善知识。我们唯有对这些善知识感恩戴德。知恩报恩，我们用什么去报恩？用依教奉行啊！我们能认真依教奉行，就是报佛恩啊！佛教导我们的，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啊！那做我们很想做，但是就是做不好，怎么做也做不像。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佛家讲业障啊，业是什么？业是我们的行为，叫行业，我们错误的行为在障碍自己修道啊。行为这个业不是从外头来的，是从自己本身呢生起的
啊，行业无量无边，佛法把它归纳为三大类。啊，那么佛经里面的术语叫三障啊，啊，你们常常念回向偈，愿消三障诸烦恼啊，啊，那个愿我相信能，这个愿是真的，可是消不了。啊，不但消不了，你的三障天天在增长。啊，这是实在的。我在旁边冷眼旁观，你们的业障天天在增长，并没有消除啊。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在自私自利。啊，所以你要不能把自私自利放下，你的业障毫分都不能消除。你要能够保持住不增长，那你就相当的功夫了，啊，不是平常功夫了。决定业障天天在增长啊，这怎么得了？啊，所以我劝同学们呢，我们要把自己业障的根拔掉。啊，不要想自己。啊，昨天我普遍地劝勉大家，我们断恶修善、诵经念佛，不为自己。啊，如果为自己，业障还是消不了。为什么人呢？为这个世界，全世界苦难众生，你的业障就会消掉了。不为自己啊，我多念一声佛，全世界众生的灾难就少一分；我少念一句佛，全世界众生受苦难就增加一分。啊，我跟大家讲的话是真话。自己功夫不得力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你的心不清净，你的善不圆满。啊，十善业大经佛教导我们，昼夜常念善法，常念是心善呐，思维善法，思想善的，观察善法，行为善的。啊，后头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你的善才纯，你的净才纯。啊，而我们一般修行人疏忽了，啊，自己把自己的清净心破坏了，把自己的善行破坏了。啊，怎么破坏呢？啊，自己不错了，是很清净，啊，很善良了，把别人的不善放在自己心上，自己的善行全都破坏掉了。从前李炳南老居士讲经常做比喻，啊，这一杯容器，啊，里面沉的是醍醐啊，啊，醍醐是最好的饮料啊。如果里面加一丝毫的毒药进去，加一点点毒药进去，这一杯醍醐就变成毒药了。我们把这个容器比喻作自己的心，啊，自己的真心。我们真心里面的是纯善纯净，把别人的不善放在自己心里，自己心里头的善跟净全破坏了。为什么把别人的不善放在自己心上？啊，
清净心没有了。要喜欢说别人的不善，把你的善行破坏了。所以我们的纯净纯善永远不能落实，永远不能成就，原因就在此地。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忠告我们呐：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故，还见世间故，啊，把人世间的过放在自己心上，把世间的过放在自己口头上，这是假修行人，啊，不是真修行人，啊，真修行人的时候。不是叫你不见，不见那你不变成白痴了。哎，我也见也听，绝不放在心上，绝不放在口上，这样才能够修成纯净纯善。这样念佛才能往生呐。啊，心里头还有其他众生的不善，口里头还胡造谣言，一天念十万声佛号还是不能往生啊！换一句话说，该堕地狱还是堕地狱，该变恶鬼还是变恶鬼啊！这些话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说啊。啊，我们修行修了这么多年，一点把握都没有，啊，功夫不得力。原因在哪里？自己要晓得。啊，修一辈子都不能成就。啊，修行的根本方法就是无戒十善。这是修行的基本呐，啊，五戒还不谈，就是十善。啊，你看看净业三福，头一条是根本的根本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根本的根本。有这个根本，才能往上提升。啊，提升是什么呢？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你如果没有前面这个基础，你的三规五戒是假的，啊，绝对不是真的，啊，有名无实啊，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有名无实就是罪过了。为什么？冒充的，啊，你不是佛弟子，冒充佛弟子。现在社会上仿冒都有罪呀！啊，冒充佛弟子，哪里会没有罪过呢？世间法律不治你的罪，佛家戒律治你的罪。啊，天地鬼神治你的罪，我们要清楚，要明了。所以学佛，今天我们三规五戒不谈，太高了。啊，我们谈什么呢？孝亲尊师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慈心不杀是戒律。啊，这个戒律是，你没有正式受戒，我学受戒。啊，我作为受戒的准备功夫。我当年学佛，张家大师就是这样教导我的。啊，他教我在没有受戒之前先学戒。啊，所以慈心不杀是学戒。那么在我们这部经里面，第二个单元，这是我们已经讲过了。杀业责任是学戒。啊，你看看，不是受戒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学三规
啊，学这个不没有三规，学五戒十善。啊，今天我们学佛，无论在家、劣等呐、像上大楼一样，我们没有上第一层，就想往第二层爬了，怎么爬都爬不上去。啊，我今天在此地跟诸位说真话了。啊，我们要想消灾免难，要想趋吉避凶，要想在佛法上有一点真正的成就，要不把自己的毛病习气统统改掉，决定不能成就。要想学佛，一定要按部就班。啊，像念书一样，一定从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这样念起。啊，要想劣等，行，天才。啊，那问问你是不是天才？啊，这个天才呢，在佛法里面讲，上上根人，他不需要按照次序，那个行，你是不是上上根人？我们自己比谁都清楚啊，自己不是上上根人，那上楼就得爬楼梯啊。上上根人可以不必爬楼梯，为什么呢？他有功夫，他有轻功。一步就上到楼上去了，我们没有这功夫啊，没有这功夫呢，只好用楼梯呀。佛陀的教诲就是楼梯。前面讲的杀生责任。十善第一条不杀生呐，五戒第一条也是不杀生呐。所以，真正的教诲是教导我们修十善业。更深一层意思呢，作为将来接受五戒的基础。以后受戒就方便了。你已经打下基础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今天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敬业三福第一条。孝亲，我们常常要想到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父母？如果我们存心不善，言行不善，对不起父母啊！父母希望我们在社会上做个好人啊，父母希望我们学佛有成就啊，我们有成就，他就得超生。你看佛家常讲啊，一子成佛，九祖升天呐。你的父母、你的祖先，真的超度了。你自己存心不善，心里面还充满了自私自利，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。希望得到世间的名闻利养，满腔的贪嗔痴慢，你能做得出什么好事？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全是罪业。地藏经上说的话，阎浮提众生的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。
佛菩萨为什么这么说？为什么说得这么狠？说老实话，他讲的是实话。我们仔细去反省想想，一点都不错。学佛都是自私自利。希望佛菩萨保佑我，不要保佑他。佛菩萨护持我的道场，不要护持那个道场。我的道场兴旺，希望他那个道场衰败。看到别人好，嫉妒障碍。你不堕地狱，谁堕地狱啊？地狱就是为这些人设的。所以存的是个什么心嘛？摄善业对治摄种不善啊，我在讲经常常讲啊，天天在劝导大家了，大家听了能不能回头呢？我知道回不了头来。回不了头来也说，希望你阿赖耶识里头种下这个种子，你这一生不能成就啊，将来在三途里受苦受够了，你会有一天醒悟过来，这个种子会起现行，对你会有好处，给你种种子啊。跟你结一个佛的缘，与佛有缘，这一生不能成就，这一生生生世世还得要受苦受难，要想在这一生成就呢，立刻回头，回头是岸呐，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就像善导大师教导我们的，佛教我做的，我认真努力去做；佛教我不可以去做的，我决定不做。这个人这一生就有救了，所以当生成就。如果违背了佛教你做的，不肯去做；佛教你不做的，你偏偏还要做，那你就是三途六道里面的众生。你这一生不能成就。第一要放下的呀，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懒人好睡不行啊，这 五个字啊，佛在经上讲地狱五条根呐、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呐、沾上一条你就堕地狱了，五条通通具足，你是阿鼻地狱，你很难翻身呐、我们自己心里常常讲，我有没有这个五条，有没有放下五条，统统放下了，你得到清安自在。为什么呢？你自己完全了解超脱了，你已经脱离六道轮回了，不但是三途地狱你脱离了啊，六道轮回超越了，怎么超越呢？念佛求生净土，肯定得胜啊，你会有把握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晓得，这不是好事啊，坏事啊。我昨天跟大家讲了，希望大家的时候，从今以后不要再供养我一分钱，我拒绝，我不收了。
为什么呢？钱，那是好东西啊。你们看看我们中国人造字，智慧啊，你看那一边是个金，这一边是两把刀啊。叫你看到这个字，触目惊心呢，这不是好东西啊。啊，两把刀的是斗争呢、啊，就有两个人想来抢你的钱呐、啊，要你的命啊。就中国文字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，这文字都不能跟中国比。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。啊，让你看到了，听到了，你就有警觉性，你就觉悟了。啊，干不得。啊，这个东西来了，一定做好事，利益众生的事情，不能贪图享受。啊，你要贪图享受，你必定堕落。啊，那两把刀，我告诉诸位。一个是阳间的，一个是阴曹地府的。上面是阳间的，下面是阴曹地府的。你怎么能脱得了干系？啊，你看色，色这个字，上面是一把刀啊，色字头上一把刀啊。啊，你看那个昏，啊，你们结婚，啊，昏是什么？见到女人头就昏了。中国字你越看真是有智慧，时时刻刻在警惕你、啊、不是好事，偏偏把它当作好事，往地狱里头转了、啊、人生苦短啊，人在这个世界，古人常讲啊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，这是真的啊，活不过七十岁的太多太多了，啊！我到台湾来，我的同学、校友将近200多人呢，现在剩下来，我看大概50个人都不到了，啊！我能知道就30几个人，1/4。已经不在了，剩下来这些人的时候，个个都退休了，都老了，老了的时候，觉得前途可怕了，还不肯学佛，这佛家讲的是没有善根呐、啊，没有善根，换句话说就没有真正的福德。有善根才真的有福德，我们善根福德都不足。自己要晓得培植，啊，培植，天天要亲近佛菩萨，啊，亲近佛菩萨唯一的方法，读经呐，明理，依教奉行，啊，经上讲的道理我明白了，教给我们这些教训。我也清楚了，依教奉行，改往修来啊，改过自新，这个重要啊！啊，从哪里做起呢？从实善做起。啊，简单明了，这个十条。啊，不杀生。不但不杀害一切众生，
把伤害一切众生这个念头断掉，这一条啊，你才能做得清净。啊，还有伤害众生的念头，你这一条修得不清净。啊，虽然你没有行为，啊，你的念头还有。啊，这个不好啊，不偷盗。要把占别人便宜的念头断掉，啊，决定不要占别人的便宜，啊，从积极的一面去做，我不但不杀生，爱护生命，啊，爱护生命从哪里做起呢？从素食做起，啊，梁武帝读《楞伽经》，看到佛在经上讲，菩萨不忍心吃众生肉，他很受感动，啊，他就发心吃常素啊，啊，所以中国的素食运动。是梁武帝提倡的，啊，佛陀当年在世是托钵，托钵我们应当要晓得，佛家常讲啊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啊，绝对呀，不要叫信众有分外的负担，啊，那我们这样就对不起人了。所以他们吃什么就供养什么，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啊，所以不是完全素食啊，啊，那么也有人问到，啊，现在自己学佛了，家里人还没有吃素怎么办？随缘嘛，学佛不要把家庭关系破坏掉了，不要把佛教的形象破坏掉了，第一重要。啊，那家里人还是要吃肉食，你还是要给他做，你受了菩萨戒还是给他做。啊，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，那真是得道了，明心见性，化身菩萨了。啊，他在猎人队里面。伺候那些猎人，天天也是猎人打的那些猎物啊，他也去做了给他们吃啊，化身菩萨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没有妨碍，在你自己一片慈悲心，你在给做这些肉食的时候，你念佛念往生咒给这些动物回向。他就得福报了，你看别人啥吃他不会念阿弥陀佛回向，也不会念往生咒给他回向，啊，你去做给他念佛号，给他念往生咒，啊，给他回向，啊，给他念三皈依，他欢喜，他在别的家里他得不到这一份福分，啊，慢慢的感化你的家人。啊，让你家人的时候有一段长时间体会到素食好啊，啊，素食确确实实养身养心，啊，心地善良，身体健康，啊，他们吃肉食的吃了一身毛病，啊，我们吃素的人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。而且吃的东西绝不能贪多，啊，贪多你的肠胃负担太重啊！在我也常常讲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说到啊，自己对不起自己，
啊，贪吃、好吃，啊，特别爱什么呢？爱舌头，舌头知道滋味呀、啊，啊，瞧不起说，这个对不起说肠胃，肠胃负担太重啊，厚此薄彼呀、啊，自己对不起自己呀、啊，啊，舌头是痛快了，肠胃受伤害了。是人尽干些莫名其妙的事情，真的叫不懂事啊！我们爱护身体，身体无论内部外面每一个器官，我们要平等的照顾它，平等的爱护它，你这才能得健康长寿嘛！啊，为什么我们要少吃？啊，释迦牟尼佛日中一食，什么道理呢？爱护肠胃啊，哎，他负担的很轻啊，啊，他工作的很舒适啊，啊，你拼命撑，啊，撑到的时候把肠胃搞坏了，啊，一生病，肠胃坏了，舌头也跟着倒霉啊，啊，不能说你死了，身体死了，舌头活着，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同归于尽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对于身体任何一个器官平等的爱护啊，饮食起居我们都会想到，都会照顾到啊，让每一个器官的运作工作都正常化啊，这个人身体健康。这个中国的西洋的，我们看到很多些补品呢，常常看到外面的这个广告啊，啊，诸位一定要记住，这些补品对症啊是有好处，不对症呢全是毒药。所以你需要用补品呢，最好先请教大夫啊，如果用中药的话，你请教中药的中医师，用西药的话，你请教西医师，不要看后头那个广告说这样那样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那是促销，希望你买啊，他赚钱，你的命与他不相关啊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干谋财害命的事情哪个行业都有啊，我们要小心谨慎，不要上当，不要受骗啊，一定要请教大夫啊，你这个体质是不是用这些补品啊，因为有病用医药，你肯定会去找医生。这通常这些补品，许许多多人他不找医生，看看后面写的那个，他就买回家就吃了。太可怕了！啊，所以我告诉诸位同学，我是中西补品一开都不吃。啊，送我什么好东西，我都知道那是毒药。对自己身体有害的啊，饮食起居要知道，保养自己的身体，保养自己善良的性情，保养自己的大慈悲心呐！啊，你这才懂得养生知道啊，心要真诚，要清净，要慈悲啊，行要善良啊，舍善是标准啊，舍善第三条啊，不淫欲啊，在家呢不邪淫
在家必须有节制啊。修行人境界提升之后啊，这个念头没有了，就断掉了，心才得到真正的清净啊。有这个念头，心不清净啊，不容毫分不净夹杂啊。在行为上那是善恶业啊，行为上得清净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。所以诸位常常想着这两句话啊，不容毫分不净夹杂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我们才能修到纯净纯善。纯净纯善不但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了啊，你跟化身菩萨是一类的了啊。言语里头，言语是最容易造业的啊，所以世尊在《无量寿经》教给我们修行的基本法：善护三业。头一句，善护口业，不及他过。啊，然后才善护身业，不舍律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通常我们讲身口意也，佛在这里特别把口放在第一。我们喜欢说话了，乱说话了，说话不经过考虑，不知道厉害，有意无意，天天在造业，所修集的一点功德全都从口里头流出去了。不但说自己的功德没有，自己的福德也从这个地方啊消掉了。如果有意无意障碍佛法，那造的罪业更重了。自己晓不晓得？完全不知道啊。为什么不知道呢？你不明理呀，你智慧没有开呀。你愚痴啊，迷惑颠倒啊，所以才造作这些恶业啊。佛这个一颠倒用意很深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修行从哪里下手呢？从不妄语下手。古时候儒家的大德也这样教人啊，成就德行呢，从不妄语始，从这开始啊。啊，不妄语绝不欺骗众生啊，不妄语反过来就是诚实语，真诚语啊，啊，不念实。绝不挑拨是非，绝不说别人长短啊。我们想想，我们做到了吗？三个人在一块就张家长李家短，习惯了吗？不说他难过吗？他自己没法子控制自己吗？所以讲的是在修行，实际上都是在造业。你说这怎么得了啊？握口说话粗鲁啊，态度不善，
让人家听到你的言语，看到你的态度，心里感到难过，不会生欢喜心。其余花言巧语欺骗别人，存心不善的，让别人吃亏上当。出家人特别要留意，不要对信徒的花言巧语骗他的钱，骗取他的恭敬赞叹，让他辛辛苦苦赚的钱，把他从他的荷包骗到我这儿来，罪业深重啊，不得了啊！所以大家把眼睛睁大一点，你看看近代出家人往生过世的时候，你看看他的形象。我看了很多，远不如在家人。在家人有瑞相，出家人走的时候瑞相不多啊。我们看到了有什么感想？知不知道警惕呢？如果看到了感觉到害怕，将来我死会不会像他这样？那你就得赶快回头啊！想想他一生所作所为，如果我们看出他是错误的，我们赶紧改正。还有救啊！佛法里面确确实实，只要一口气没断，都还有救。你那一口气断了，没救了。佛菩萨也帮不上你忙了。现在要认真努力。学佛要明理呀，要开智慧呀，不明道理，不开智慧，你的前途就是一片黑暗，渺茫啊！要想开智慧，一定要如理如法的修行，把你的错误的思想见解、错误的言语行为，一样一样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一理一业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不但对于世间法，对于佛法也不贪。佛法的法门多啊，贪多就不烂了。佛法的修学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现在人的根性，有可能修得成的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。古时候大德给我们做出了榜样。有一生就讲一部经，讲两三百遍专讲阿弥陀经，或者是专讲阿难问世佛偈胸经，专讲十善业道经，讲多了我们自己毛病习气还不知不觉就改掉了。那为什么天天讲吗？天天学习吗？这个力量可观呐！一遍一遍的讲，一天都不要中断。到哪里去讲呢？以前我们在台中，李炳南老居士教我们的方法，好啊，到信徒家里去讲。一个星期
就讲七遍的，就这么一段经文。星期一在张三家里讲，星期二在李四家里讲，星期五在王五家里讲，都是讲这一个题目，这一段经文。你看看，一个星期讲七遍呐，第二个星期再讲底下一段经文。这个样子什么呢？你不需要去很忙着去准备去，我准备这一段，我就讲七遍。诚心诚意去讲，记住，不能接受信徒的供养。这信徒就很欢喜了，接受供养，他就有负担了。他怕负担不了的时候，他不敢请你了。所以说是，顶多只接受信徒供养一杯水呀。李老师比我们厉害呀。李老师自己带个水瓶去，连一杯水都不要人家供养，他自己带个水瓶，自己带毛巾，你看看，完全的付出，不需要人家一丝毫的招待，这样学我们才能学得成功。如果对信徒有企图，贪图他供养，贪图他回报，你的心已经错了，你修的不清净了，不善了，不圆满了，一定要学佛菩萨，完完全全付出，不希求丝毫回报，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佛连自己家里面的供养他都不要，他父亲是国王吗？他家里很富有吗？他要过那样清苦的生活。我们从这些地方体会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把十善业圆圆满满的落实，百分之百的落实，我们学佛的根基就奠定了。好，时间到了，休息10分钟。